油密封闸阀。油密封弹性闸阀结构新颖，操作轻便灵活，阀杆填料维护方便，不用换填料，密封性能可靠。该阀与传统闸阀相比，其关键是改机械强制密封为油膜密封。第一次密封是弹性闸板硬密封，第二次密封是密封纸密封，形成二次密封。阀体内设有自动注入密封纸机构和阀体外密封注纸器补偿机构等，其主要的是密封效果好，形成二次密封。油密封闸阀具有以下优点：一、油体阻力小，密封面受介质的冲刷和侵蚀小；二、开闭较省力；三、介质流向不受限制，不扰流，不降低压力；四、形体简单，结构长度短，制造工艺性好，适用范围广。油密封闸阀的缺点如下：一、密封面之间易引起冲蚀和擦伤，维修比较困难；二、外形尺寸较大，开启需要一定的空间，开闭时间长；三、结构较复杂，